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好了，大家看到这个熟悉的画面是什么呢？就是狂野飘车吧。好，那我狂野飘车狗都不算玩得太劲，所以等我狂野飘车狗玩得劲一点的时候先再好不好，先再介绍啦。那我们先玩这个经典赛的水晶湖，就不太建议，因为你一开波有一个斜位的书呢就不会太好。是啦，内环大旗就挺好的。那我们就揀这个 ReSub CLIO 的 RS200EDC 去玩啦，去升能费950元，去斜1235，即等于话最高的是1235啦。哦，佢因嗰啲个品种唔同咧，佢最高嗰个真系有所改变嘅。好，你开始啦，事不宜迟咁样，开始练赛就系、首先唔好拣任何嘢先。内华达 ，Nevada。咁之后就会继续录呢个狂野飘车八嘅片啦。好，大家好好奇呢个要点样转？哎，就系可以拣嘅喺嗰个设定嗰度。咁我下集会教你哋啊。好，来啦。好又撞了一架车啦。咁大家可以去 download 啊，只要喺 Play Store 或者呢个 App Store 嗰度咧，或呢个狂野飘车八咧就可以 download 得到噶啦。不过我完全唔系接咗佢广告吓，只系觉得好玩同大家推荐啫。喂，你劲啊，竟然敢超我车，多加加速先，好酷！哎，冇攞到添，我加速翻去200几公里啦。不过之前同一个揸车嘅朋友讲咧，佢见到我玩紧呢部机嘅时候咧，佢都话佢喺我哋香港嘅路上面揸车，佢都唔敢揸咁。快，雖然佢架車得啦，因為佢嗰架車係Benz 嘅仿跑車嚟，不過呢一架車我就詳細講。好，去到第二圈，前我進到位超級快。好，頭先想殺咗架車。
好，希望可以快過佢哋。係嘅，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嚟到第七名啦，頭先都係第七名，不過 OK 啦，我相信我哋行呢邊會咁快嘅，因為佢哋行嗰邊就係另外一個隧道嘅出入口啦。好，好好，已經捅滾咗一下。有个飘，飘得好好系咪？跟住我哋有个飞行。咁如果你冇转系正常版本嘅话咧，佢就会显示呢一个左边就系呢个燃气嘅掣。咁如果你唔揿嘅话咧，你都会即系。冇事嘅，佢就會照幫你加速。咁但係如果你唔咁漂移咧，佢就唔會幫你漂移噶啦。前面啲菜刀，哇！轉一下先。我哋瞬間嚟到第一名喎，已經第一名去熱菜。好啦，咁我哋呢个内华达篇咧就到呢一度啦。咁我哋下次都会再上嗰啲伦敦啊、西敏桥啊、伦敦眼啊。其实呢个咧有三个系关于英国嘅，我都唔知点解。巴塞隆拿应该系法国嘅啩？阿尔卑斯山大家好熟悉，威尼斯系意大利嘅，维纳海岸系佢创造出嚟噶啦，我都唔太清楚。好啦，咁咧，我哋下條片嘅狂野飄車8再見喎，拜拜。